接下来是于嘉柔、王子晴、景嘉君及鸟俊豪所带来的八爪章鱼。这种组合在我们班是第一次出现吧？等一下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啊，我念错了。接下来是林嘉柔、王子晴、简家军及鸟俊豪所带来的八爪章鱼。这种组合在省主管是第一次出现吧？我的天哪！你刚刚说什么？你累了吗？再看一遍啊！接下来是林嘉柔、王子晴、简家军及马俊豪所带来的八手联弹。这种组合在我们班是第一次出现。哦，终于讲对了。是啊，连我自己都没有试过。老实说，我还蛮期待他们的表演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惊喜呢？没错，这首是雅伯特·拉维尼亚特的《奔驰进行曲》，曲风活泼华丽，却又不失原有古典乐的优雅，中途也会有意想不到的发展哦。那废话不多说，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他们的演出吧。
谢他们的眼睛，真的是非常精彩的，连我都嗨起来了。